是我认识的主持人当中呢，其实是我第一个，除了华少之外，依依是我第二个认识的主持人。那么呢，在整个好声音巡演的过程当中，依依她是一个非常美丽、非常敬业的这样一个主持人。因为记得当时好声音，当时好声音巡演的时候，有一天下了很大很大的雨，然后真的很冷，依依穿的很少，她是从头主持到尾。都把节目主持得非常精彩，在这里我们所有的好声音学员，我想代表他们也感谢依依为我们呈现这么好的主持。那么接下来在浙江卫视会热播依依所演的《凤凰牡丹》这部剧，我想在这里推荐给大家，希望大家支持依依，希望这部剧呢能够步步高升，收视长虹。谢谢。